漂亮姑娘，您好，您好，你好，主持人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？是这样，我呢最近想到一个剧组里面去面试，哦，然后我想通过这个节目找一个老师，能够教我一些小才艺。哦，什么剧组？啊，那个剧组的名字叫《我那么爱你》，你去拉着。闭嘴！今天你也是来着了，今天我们节目来了一位大劈叉舞蹈学院的舞蹈老师水星老师，掌声有请。你好，崔老师，平时没少吃腰子吧？一上台大家都能看出来啊，一上台那种，哎，就透着那种骚气，朝气蓬勃。来来，坐吧，坐吧，坐吧。好的，好的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真的？口技？口技？您不舞蹈了还会口技呢？我在练舞蹈之前，我是一名口技演员。哟，那太好了，您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？好，你看，那这样，我给大家来一段这个百鸟朝凤。好。击击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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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击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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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鼓鼓鼓鼓，鼓鼓鼓鼓，击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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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鼓，击鼓，击鼓，击鼓，鼓鼓，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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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鼓。哎，好了好了。你知道蔡明吗？当然知道了。啊，蔡明知道是吧？啊，老师是蔡明的这个专用教练。我每个礼拜都要去教他瑜伽。喜欢瑜伽吗？喜欢。喜欢。待会儿回去我也可以教教我妈妈呀。哦，教教来，跟我学瑜伽啊。下来吧，下来吧。蔡明这么大腕，天天跟家里干这个呀，我说。啊？别学这个，你母亲多大了？今年？60多了。60多，老太太跟家干这个。别闹这个，别闹。舞蹈老师，那老师只能教你舞蹈了。哎，舞蹈行，好不好？好。你想学民族舞还是现代舞？肯定是民族舞啊。民族舞。对。想学哪儿的民族舞？傣族。云南傣族。傣族。好，那老师只能教你一段傣族舞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好，来。我们新疆好地方啊，哒啦滴哒哒啦滴哒，新疆好地方，哒啦滴哒啦哒啦哒哒，哒啦哒啦哒哒。好。显示用的是吗？哎，你这怎么这么说话？不是，我跟您说啊，他说的云南傣族舞，您那新疆那俩字都唱出来了。那傣族舞，我得有傣族的音乐呀。哎，您说，我给您哼哼不就完了吗？来，哒啦滴，哒啦滴啦哒，哒啦哒啦滴，哒啦滴，这还是新疆的，这个，这还是新疆。行，来，要不你这样，你明天再来，下个期见啊。今天，主持人，先走吧。我刚刚是想走。但是我现在不能走。为什么？你留我看会儿笑话。崔老师啊，哎，那个您觉得这个舞蹈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？舞蹈的最高境界就是人与自然的结合。哦，人与自然的结合。对，举个例子，你们看杨丽萍。杨丽萍。杨丽萍。嘿，杨丽萍的孔雀舞多么的优美。是是是啊，一伸手一投足，他吧嗒吧嗒，哎，不是，那她是孔雀。对了，哦，那您她是女的哦，她模仿孔雀，那么我是男的，我模仿大象。来，我们看看您的大象好不好？大象展示一下，来看看跟那孔雀有什么不一样。好，好久没有跳大象了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哒哒滴哒哒哒啦滴滴哒哒哒滴哒滴哒啦哒啦滴哒哒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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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要转呀、啊。那转就对了啊，晕头转向。主持人，你看我跳的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看我跳的怎么样？你开心就好。那您有没有什么绝活？最后来个绝活。那么这样吧，接下来我就把我自编自唱的舞蹈《动物世界》献给大家。好，好不好？主持人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啊，我这个舞蹈里能不能融入我的口技？不能啊，不能，直接就《动物世界》就可以了。好嘞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音响师开始。